只有 Sony 能提供全方位完整的解决方案。 Sony 领先业界朝 3D 化努力已经在全球展开各种的成果，其中令人记忆犹新的就是在2010年的 FIFA 南非世界杯足球赛，在南非的五人赛场中导入了到决赛为止的25场比赛全部制作成 3D 影像的专业器材。现在我们在舞台荧幕前完整重现了当时实况转播的情景，世界首创的 3D Live 现场转播，透过世界各地的电视台以 3D 立体画面播放，不只是转播发送，在26个其他国家的会场中也进行公开播放。而实现现场公开播放的，正是大家现在正在观赏，可依照需求自由调整大小的组合式 3D LED 巨型屏幕。今天呈现给大家观赏的 3D LED 尺寸是12.8公尺宽。透过 Sony 专业的 3D 技术，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共享世足赛的热力与临场感。在家中的电视也可以自由地享受 3D， 全新的 3D 影